第561集，昆仑仙身根本法一。不对，不是黑客入侵。不周山的项目组组长黄强介入此事之后，随即就将那份诡异文件中的文字与林冲目前的动作联系了起来。林冲正在创作，黄强是知道的，而创造了8周，大概写了800多个字，这内容黄强也是知道的，那是对于水镜法身的一种展望，或者说是描述。每天里瞧着林冲跟疯魔了一样坐在那儿奋笔疾书，一天才奋笔疾书100多字，这创作效率还真是挺像个理工男的。那份文件里的东西和林冲写的一模一样啊。黄强皱眉说，是不是服务器程序出了问题，把林冲写在文档里的东西复制到各个服务器里去了？没这种可能吧。不周山服务器如果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怎么能够稳定运行30年的呀？林冲这边8周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通篇不过800多个字，用半文不白的语言描述了水镜法身投入此界的规则。林冲伸了个懒腰，瞧着异界墙外昆仑天际出现的一抹晨曦，这真是整整熬了一夜呀。再数数 WPS2060 上显示的数字，792字，昨天一晚整整写了107字，为这篇昆仑仙身根本经的文章做了个结尾。标题之前叫做水镜法身，后来是几经修改，每次有灵感都会对其缝缝补补，最终便是这篇昆仑仙身根本经。这792个字描述了使用水镜法身必须具备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用者必须是身处地球，这是最基本的。再比如使用者所受到伤害转移到创始者，也就是林冲的身上，反正这林冲被卡了死不了。林冲将这一条称为全民低保，意思就是穿越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享受到的基本福利。而仙身术亦是有几重境界，对应的是金丹、元婴、神境等等。写到最后，林冲甚至觉着这似乎就是真的了。嗨，但又怎么可能呢？林冲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打算投出法身去异界墙外转转。以往只需要激活水镜便可投入法身，这一切都由分宝岩的蘑菇工人完成，但此刻小蘑菇人用神鹰核心放出水镜后，林冲点着水镜打算去长安城转转，见识见识人间烟火，他也来个身未动心已远。正想着，忽然觉着不对劲呢，手点了上去，身子却是一动未动，面前不是长安城，仍是异界墙，墙外悠悠昆仑之巅是一动也不动。哎，林冲不禁觉着古怪，这是怎么了？这水镜法身术怎么不灵了？接着他就又见到了一幕奇景，就是每天早晨固定时间被投到昆仑山巅以完成水镜法身融合度实验的士兵们，这一次出现时显得是有些古怪，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昆仑山巅之时显得是无比的真实。队长，今天还是适应性训练？一个士兵笑着问。他们瞧不见异界墙，因为异界墙被护山大阵给遮掩，瞧着不过是一片普通的雪崖。对，被称之为队长的人严肃地回答。别笑嘻嘻的，你们身在此界代表着国家的脸面。天天适应适应，这一具肉身还都是虚拟的，能练出什么来啊？是适应风啊，还是适应雨？那士兵是一脸的痞笑。出来之时
见着此界的风光，受着组织的严训，还战战兢兢，一丝不苟。但过了八周，天天投来这虚拟肉身，经过不周山与水镜法身两处周转之后，连这痛觉都丢失了大半。操纵着无知无觉的肉身，就跟打游戏似的，这又能训练出什么来？一边笑着，那士兵是一拳砸在身边的雪崖上，砰的一声，雪崖被砸的是积雪飞溅，而那士兵忽的是愣了一下，然后握着拳头叫了声疼。怎么回事？是出现真实伤害了吗？队长吓了一跳。真实伤害是指在此界受到的伤害转移到了地球的真实肉身上，虽说是重重保护，让一旦出现了真实伤害，受伤者就会转醒过来，但总是有意外发生的。之前的实验小组不就出现了几名伤者吗？这都是在穿越前培训时被千叮咛万嘱咐的重点，队长自然是十分紧张。不，就是我真的感觉到疼了。那士兵难以置信地说，真实疼痛和之前两个月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队长也是砰的一掌砸在士兵的胸口上，感觉到了拳头传来的反震变得如此真实。这是技术升级了吗？难以置信呢。再问士兵，疼吗？疼啊。那士兵捂着胸口倒退了一步。队长，你可是练过铁砂掌的，差点拍碎我的肋骨。我的铁砂掌？队长看看自己的手掌，这能耐也跟着传过来了。他皱起了眉头，这是怎么回事？第562集，昆仑仙身根本法二。林冲在一界墙里瞧着这一幕，他意识到难以置信的事儿发生了。你也发现了？这时704向他传讯。怎么回事啊？林冲忙问。我的水镜法身术突然失灵了，然后传送过来的穿越者们好像获得了真实肉身，这怎么回事啊？你先上线测测根果融合度。704提醒林冲。是因为……林冲冒出了一个想法，虽是一宿没睡，但这想法却是让他精神抖擞，忙是登陆了不周山，就见到这不周山里一个人都没有，大家似乎都在忙。林冲上线后才依次有着不周山的工作人员上了线，之后林曼也上了线，大家瞧着林冲都跟瞧着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似的。为什么这么看我呀？林冲摸着自己的脸，这脸上有什么古怪吗？你先测测根果。林曼催促。哦，好，好吧。林冲也隐约有了个猜测，一测就知道了。炸弹狂魔，宅男，三流作家，妖风炸弹，融合度 55%。昆仑仙身根本法，水镜法身，融合度100%。哎，多了个三流作家属性，这是在嘲笑我吗？林冲挑了挑眉，但那个融合度100%的浅水镜法身才是重点吧。果然，大家是相互击掌，林曼还跟着林冲击掌。林冲是茫然着击了一掌。所以我的水镜法身失效是因为升级成昆仑仙身了？不对呀，这昆仑仙身低。关于天外之人等于和道化天主角，最后不过就是一枚棋子。所以越想要超越，想要得到大自由大自在，是有追求的修炼者的终生宿命。成功者林冲是尚未见过，失败者前有万密斋，后有鬼谷子，
其他这林冲不知道的怕是数不胜数。这里说一句啊，鬼谷子当年谋夺的是天数天机，和万密斋想要从老君手中攫取的天机显然不是一个。接受了3000亿尘世的世界观之后，显然鬼谷子想要夺的不过是此界的一个幻影，而万密斋想要抢的明显是那唯一天机，唯一真身，唯一根果。好了，这前提设好了，故事氛围也有了，那么这问题就浮现了，那林冲随身携带的河道化天之天机究竟是个什么？第563集，第25天机。按照目前林冲接触的世界观，这个凡间不是唯一的，这也就意味着这凡间的一切都有无数份的 copy。 无上天魔之所以关注此处，按照黄世天的说法，是因为唯一根果，是因为林冲，所以林冲不可能从这个尘世间找到那唯一的河道化天之天机。这玩意儿必须得是林冲他自带的，是林冲穿越时就带着的，就像是林冲跟红毛大圣演示的一样，他不是手电筒，不是 pad， 不是系统，不是大蘑菇、金蘑菇、黑蘑菇，什么都不是。但他又是什么呢？否则这无上天魔不会对着清淡的蘑菇云失声叫着此界唯一根果。林冲一直认为这唯一之根果像是西游世界众多浮现之天机一样，是个具体的造物。但自从意外得到了0518，得以瞧见疑似此界根果的存在，得到其回馈后，这个河道化天之天机的存在越发变得模糊起来。这融合度搞毛啊，这不就是把地球科技是把地球文明同西游世界融合起来了吗？但是这融合浮现这两个词刚才像闪电一样击穿了林冲的灵感。融合度达到100%时，表现的就是林冲用键盘敲出了昆仑先身根本法的使用规则。换句话来说，这不就是练功的诀窍吗？虽说修炼先修化身，还得是地球人先来修炼，并且要不周天相协助，这要求很是古怪，但古怪的过这修炼出二维存在的黄粱仙来吗？古怪过念师就能得到天机眷顾的绝世剑仙吗？古怪的过那些把自己修炼成了什么庙宇的无常仙吗？这个世界所有修炼法都是得到了天机的认可，它就会成真。假设天机认可的前提是与此界根果做沟通，所以林冲所书写出的昆仑仙身根本法也相当于是在和此界的根果讨价还价，以确定其数在此界的使用规范。而这个昆仑仙身根本法虽说是由林冲所写，但却写入了所有不周天所有服务器的底层逻辑里。一旦某台服务器被撤出了不周天群组，就会失去了这个底层文件，这已经是很明显了。昆仑仙身根本法由林冲所写，由不周天实施，而其诞生的过程却是全体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共同思想灵感的结晶。毕竟林冲的所有认知，不周天的所有科技，都是建立在地球文明这个大框架上的。昆仑仙身根本法是地球的科技和文明与西游世界的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林冲是带地球文明之笔与西游世界的根果讨价还价，以确定昆仑仙身的适用范围。所以万年之后将会浮现的不是别的，应该是众多类似昆仑仙身一样的地球修炼法和修炼者。
让一颗代表着地球的昆仑天机在西游世界冉冉升起。那时的昆仑天机才是三千亿尘世中的唯一根果，因为三千亿尘世中不存在的任何昆仑天机的复制品，它是唯一的，是唯一的根果。无上天魔指着青淡说：“唯一根果，这没错啊，青淡也是三千亿尘世中未曾出现过的造物，是人类的科技结晶，首次在西游世界的展现。”想到这里，林冲不禁有些颤栗，想象着这将是一个何等恢宏的融合过程，让两界文明融为一体，让两个宇宙观不分彼此，的确是要万年之久才会诞生出个结果。同时，一种绝大的恐惧从他的心里升起，因为在这个互融的过程里，与地球文明相融合的不过是西游世界三千亿尘世的一个，而地球却是拿着全部的身家在投入，因为地球可没得备份。想到这里，林冲望着七零四内的其他人，喃喃地说了一句：“天外之人不是我呀。”什么？林曼没听懂，他知道天外之人，那是之前西游世界谪仙们对于林冲的称呼。怎么又不是林冲了呀？天外之人是你们啊！林冲对着黄强，对着七零四等工作人员，唯有没对着林曼，他对着他们失声言道：“我强烈要求组织再次考虑进入西游世界的计划，这边的满天神佛布了一个天大的局，要把地球文明一网打尽。”天外之人，林冲一直以为说的是他自己，现在结合地绝天通，结合此界根果，结合西游世界想要融合地球文明为第25天机的意图，这天外之人分明指的就是所有的人类啊。一旦地球文明融入了西游世界，成为了第25天机，会如何？那就要看这第25位至尊天主是否从地球人中诞生了。如果天主是地球人，那么地球人的下场还好些，虽是其子，也许是天龙人其子更为宝贵些。如果这第25天机被其他的至尊天主，又或者是想要谋夺天机的大能所占据了，那么化为血海的摩罗诸天就是个下场。林冲一直以来觉着自己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隐约跨了过去，却是如此惊骇的一个结果，也不由得他不去大惊失色。第564集，且看明日寰宇。一份报告摆在了总书记的案头，距离当年给林曼起名字，定下天兵计划，定下以异界科技为基础的崛起计划的那位大大执政者已经过了四界，每一代核心都明白祖国崛起的根基，虽是起源于14亿人民5000年文明的厚积薄发，但彻底完成了弯道超越的机会却源于在宇宙的另外一边遥遥守护地球的天兵。自然而然，天兵送来的报告往往都是最高等级的，眼下这份却是让总书记读过了之后沉默良久。报告旁是一本西游记，这本西游记已经被摩挲的边角发了黄，这是那位大大留给后代执政者的最为宝贵的政治与物资遗产。所以天兵同志判断我们的入局都在那边某些高位存在的算计中。总书记说：“是。”704负责人沉重地点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地球被神佛或者天魔统治。我们有机会吗？有。704用力回答，他知道这个回答可能会决定一个文明的生死存亡。
天兵同志曾用一亿当量的氢弹击退无上天魔的进攻，智囊团在研究后达成一致意见，在地球文明化为异界天机之前，地球文明具有唯一性，将是我们有力的武器。唯一性是指没有被异界复制过的各种力量，包括我们的文化、武器系统、科技系统，以及因之而诞生的各种工具。可一旦地球文明被化为异界天机，那么极有可能就具备了可复制性，到那时我们的战略优势就将化为乌有。不清楚，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坐上谈判桌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妄想谈判了。我们选择退出的话，天兵同志怎么办？总书记继续问。对于天兵同志而言，想要断开与地球的联系，必须走出当前所处的环境，彻底融入西游世界。说到这儿，704笑了一下。之前带天兵同志穿越的系统认为他一定要融入西游世界，却被天兵同志一直拒绝。现在判断起来，系统的存在可能立场与满天神佛相反，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总书记陷入了沉默。林冲确实有点后悔。水镜法身升级为昆仑仙身之后，林冲就没法用了，也没处散心，就把这系统拿了出来，打开，对着系统说话。系统现在还是蓝屏的，距离无上天魔一战已是过去了4个月。按照之前的经验，系统这就算是被降智了，也该恢复过来了。除非说他这次透露的信息比之前的一套功法一个关键点更为重要，所以对其的降智惩罚才会持续的更久。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太多次触犯了底层逻辑，系统的智商永远无法恢复了。我明白了，其实你都是为了我好，虽然你很贱，但是你的想法是好的，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大概是不敢说的，一说就会被降智。林冲回忆起了过往，他不禁有些黯然。结合着最近刚刚明了的这个大秘密，林冲是终于晓得了系统是对的，他应该早一步跨入西游世界。不过这么想也不对，既然满天神佛布下了这个局，等着林冲呢，那他怎么可能一个跨步出门就解决了这个局呢？难道不会因为林冲被神佛大能抓住，从他的身上找出地球的坐标，然后大举入侵？所以说，这系统究竟是站在哪边的？第565集，真实穿越一。说中的意为渡江似的，十分的惹眼。一时间，整个昆仑山巅的护山大阵变成了个演武场，各种奇功绝技结合此界的万象灵机，呈现出了在地球上绝对不会出现的各种异象和威力。不一会儿，忽然有个士兵对着自己的大队长说：队长，我怎么感觉饿了？是是啊，一句话引得其他的士兵是纷纷附和。这虚拟穿越也做得太真实了，怎么还会饿呢？一个士兵疑惑地说：之前8周也没有饿过。有人疑惑：因为适应性训练。有人猜测：关键是没人能解释啊。大队长们只能得到了继续训练，有人会指导你们并提供一切需要之物的信息。那他们现在都饿了，你这吃的呢？再往下，这2000人就瞧见了一幕奇迹。就见着那土石之地上忽然生出了一株株的蘑菇，每株蘑菇都是带着仙风金气，看起来就不是凡品，宛如这神话电影中的仙界之物。这能吃吗？一个士兵蹲下去观瞧。来个野外生存专家，大刘，你不是顶尖的侦察兵吗？过来瞧瞧。那个叫做大刘的侦察兵走过来瞧了瞧，然后就疑惑了：
从来没见过这种蘑菇。吃吧，没事，这是咱们的供给。一个大队长得着704传讯后对所有人说，啊，这玩意儿能吃啊，这供给怎么是蘑菇呀？哎，这怎么长出来的？带着疑惑，大家开始吃蘑菇，结果这一口下肚，个个表情都变了。好吃啊！一众大兵们是瞪大了双眼，把自己手里捧着的那株吃干抹净之后，马上开始挖着地里还没被摘走的。一人一朵，别抢，遵守纪律。大队长们开始训话。怎么吃得饱嘛？虽然这嘴上抱怨着，但确实是一朵蘑菇下了肚，胃中暖流涌动，感觉确实是饱了几分。啊，有劲儿了，继续训练。兵王们吃蘑菇吃得开心，可这林冲的心却在滴血。一餐就要给2000朵金蘑菇，他这粮食可不足了呀，快把这些个家伙放下山去吧。按照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标准，现在开拓团处于哪个等级？704问林冲。福气期才入门，也是昆仑仙身法的第一境界，名字还没想好。既然是用昔日水镜法身，今日昆仑仙身投入此界，那么开拓团的所有士兵在此界都算是昆仑仙宗的传承了。其身上所拥有的力量法则都是林冲写下的，林冲自然是最为清楚。昆仑仙身是昆仑仙宗的根本仙术，理论上有18重境界，目前只写到了第9重，分别对应着福气、筑基、泥丸、金丹、元婴、阴神、阳神、元神和散仙。那新身法怎么升级？704又问。理论上在异界存在的时间足够长，就算什么都不干，等级也会自然提升。我想起来了，你写的新身法规则之一，这个真厉害。704竖起了大拇指。宅男修炼法吗？这是。另外，如果得着天机眷顾，也会提升等级。目前昆仑天机处于，算是活跃期吧。凡是能将某个地球技能融入异界，出现融合度属性的人，会很快的提升等级。这就是林冲的观察结果。第566集，真实穿越。之前还是水镜法身的时候，法身无法干扰异界，也没法修炼，所以只有使用异界的修炼功法，比如24仙宗的仙术，结合上地球科技，得出什么结果才能得着融合度。但昆仑仙身一旦确认出现，投入此界的穿越者们顿时就有了真实的肉身平衣，他们能够直接的接触到此界仙道的本源，也就是万象灵机，于是获得融合度的途径顿时开放到了极为宽广的地步。昆仑仙身才是昆仑仙宗的根本术，所以能被称为根本法。比如这几天一直在昆仑之巅修炼铁砂掌的某一位大队长，他成功地将铁砂掌这门功诀烙印在了林冲的个人属性，也就是此界根果里，于是他一举突破了福气，到了筑基期，并且获得了一门铁砂大手印的玄功心法。这能算是昆仑仙宗未完成技能之一了。林冲估计着，等这铁砂大手印的融合度达到了100%，同样可以由林冲书写而出，决定如何赋予其他的昆仑仙宗弟子成为一门传承玄法。现在呢，就只是那位大队长的个人记忆，并且是凭着感觉在使用，没办法构成一个传承的个人记忆。昆仑仙宗除了昆仑仙身之外，还是个空壳，等着技能来填充呢。而获得技能的方法，就是各种各样的练习、灵感、融合和实践。
目前昆仑仙身的修炼者们在突破等级时也是没有什么额外属性的。比如昆仑仙宗修炼者的泥丸是什么属性，这金丹怎么样，元婴如何啊，神境呢，这些都是空空如也。林冲怀疑要等着他自己去书写，而他去书写的前提又要等到某个融合度达到100%的技能出现。当然如果不去书写的话，也就会是个普普通通的仙宗修炼之路，比如万法天术这种主流路径。如果书写的过于离奇的话，那大概就会变成这黄粱绝世剑仙这种。从理论上来说，我要把升级之路径一直写到天主级，我们昆仑仙宗才会出现一位天主，这大概是打破满天神佛算计的一个办法。如果昆仑仙宗，也就是地球势力，出现了一个至尊天主，自然就能和24位至尊天主并驾齐驱。如果地球文明融入西游世界不可避免，那这个结局自然是最好的。但林冲目前才将这昆仑仙身的上限写到了散仙，这再往上是无论如何也写不上了。可能是因为他的化身，也就是林豪横，才是一劫真仙。这就很矛盾呐。林冲抱怨，如果非得我的化身修炼到了某一阶段，我才能够书写这个阶段的修炼法，那岂不是我得想办法升级到天主级才能写出天主级的修炼法，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修炼法呀？这不扯吗？还有一个问题啊，一旦进入真仙境界，体内生出真灵，要么走飞升之路，要么走天魔之路，但飞升之路有天庭预测管着，天魔之路等于和无上天魔聊天找死玩啊。没看林豪横正憋屈的要死吗？如果给他选择，肯定不会轻易晋升陆地真仙，那种明在预测随时被窥探的赶脚，那都要烦死林豪横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你不是写了吗？刚才我翻了一下那个文档看到了呀。704等林冲抱怨完了这才说，啊，我写了。林冲回忆着自己关于昆仑仙身法的描述。天降伟人？704提醒林冲，超过一定数量的同阶昆仑仙只要聚集在一起，就会诞生一个更高境界的昆仑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林冲抓着头皮，最近啊，这通宵太累了，都有点脑残了。天降伟人模式下的昆仑仙们是个倒金字塔的结构，灵感还是源于当初704说的融合度的提升，就像是传销，只要有足够多的散仙级别的昆仑仙，就自然会诞生一个一劫真仙的昆仑仙。这就可以反过来推动林冲对于昆仑仙身根本法的描述了吧，这倒是有趣儿，但估计也要很久很久才能达到这个数量的要求。目前林冲描述中的昆仑仙是这样的，他们从异界穿越而来，什么都不干就能升级，从福气到筑基再到金丹等等一路晋升，当然速度不会太快。这就解决了修炼问题，林冲按照这异界墙的规矩是被拒绝在外的。蘑菇种植术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门类。704说，金蘑菇、大蘑菇和黑蘑菇分别对应的东西有心如、有白铁、有各种神兵利器，还有蘑菇导弹。蘑菇导弹应该归到了洞明生阳雷和紫庭昆仑雷两个技能里，因为不单是纯养殖出来的。林冲纠正704，看来需要整理一下，按照逻辑所有你在此界的发明物都可以归入昆仑仙术之中，即便是那些废弃掉的蘑菇科技分支，比如白骨手枪、幻术地雷等等。你们制定个计划吧，特别是需要在此界融合的各种地球科技。
林冲停了一下。我还是期待那颗一亿吨级的氢弹可以成为昆仑仙宗的某项玄功妙法，就算是利用阵法可以召唤出来，也会变成我们与仙魔对抗的终极武器啊。如果还有一万年的话，我们的时间还长着呢，总有一天我们会胜利的。704觉着乐观，这也是在确定了不放弃异界的战略方向之后，经过整理目前所拥有的和需要达成的目标后，大家坚定的信心。如果真有一万年的话，按照林冲给昆仑仙们设定的升级路线，出现一位天主大能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儿啊。要知道，相对于万年、十万年都是一滩死水、没有变化的仙道世界，地球这边最为擅长的可是科技大爆炸呀。应该可以的。林冲也是保持了谨慎的乐观。同一时间，林豪横到达了神民之丘，那个像是七龙珠中界王神的小星球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望到凡间界。林豪横见到了剑神。林豪横是经由其他八丘来到神民之丘这个天外小星球的，这一路上费尽周折，也见识到了九丘仙宗之奇妙诡谲。九丘之山仿佛是九个串联在一起的珠串，非得是由一至二至三至四一直到九之数才能到达最后的神民之丘。而神民之丘已然是伫立在此界之外，宛如个天外小星球，直接可以观瞧凡间界。这小星球俨然是个小小的世外桃源，有山有水，有屋有田，山水很迷你，田亩不过三分，屋也只是两间茅屋，这要是搁在东胜神州，那就是贫下中农的标配呀。第568集，剑神。但若是九丘之术丘丘相连，支撑着一个天外小世界，放置了这些农家摆设，却是低调的奢华，隐藏的豪横。林豪横来的时候，男主人正在做农活，女主人正在煮饭。虽说都是寻常动作，但那男主人英姿豪迈，女主人冰清玉洁，好似两位神仙人物。道友便是剑神。林豪横向那田间的男子问。林豪横见着真正的高手时，还是懂得敬佩和欣赏的。眼前这剑神，天外一剑，射碎四劫真魔，那修为就算是不如泰山君，但在此界的地仙大能里也是首屈一指了吧。却是绝世剑仙来了，别叫我剑神，叫我义就好。男子是哈哈一笑，要这林豪横茅屋中稍坐，他马上洗手便至。林豪横进了篱笆围成的小院，就见着那冰雪般的女子。这两人在林豪横的眼中瞧不出什么俊逸美丽，他眼中没这属性，只是注意到两人俱是一般无二的厚重。这厚重感经历许多，林豪横已然是了解，是对方的力量等级超越自己时所有的独特观感。比如元婴望元神，元神望散仙，散仙望真仙。此刻林豪横是一阶真仙，仍觉着对方很厚重，那这两人的修为怕是都得在四阶之上了。说句闲话，林冲和林豪横的记忆里看到过最为厚重的身影，乃是当日纪无量炼合混沌小世界时，将此事倒转12万年所见着的算筹仙宗创始天主紫薇帝君之背影。只一个留存在时光记忆中的背影，就仿佛能够撑破此界，可见诸位天主大能的威能到达了何种不可空手而归。哎，不如我们先来比上一比。林豪横又升起了战意。免了免了，一摇头。
通打架，你只有一劫的修为，打不过我。你若是祭出那唯一之根果，我又打不赢你，有什么可打的？我不用根果，我们就是普通的对打。我对你的剑术早就是非常的好奇了。哎，要不你射我一箭就好。哎，没事，我有不死印，死不了。林豪横开始纠缠，意义却只是微笑，并不搭理。便是这时，林豪横忽的是表情一变，那副极尽之色被遮掩了下去，向着意抱了抱拳。见过易道友，我这化身性格急躁，唐突道友与夫人了。不是不是，啊，终于见着正主了。易也是一拱手。泰山君悄悄指引我们来，是为了说那唯一根果之事。哎，还有，道友你可知道，此刻天庭御册握在谁的手里？躯壳之中自然已是换了林冲了，林豪横哪有了解这些事儿的耐心呢？意好奇地说：“道友身怀唯一根果，还有要向我询问的吗？”啊，我想知道的是，如果道友身具天主大能，会如何收取我身上的唯一根果？林冲问：“原来如此啊。”其实道友的两个问题乃是一个，那真心名册握在谁的手中，谁便是监督着收取唯一根果之人。啊，林冲脑子里当时浮现出了守炉人三个字。是那守？不可说，不可说。一忙是制止林冲。便是在此处，一旦提及他的存在，他必然会被知晓。他虽是仍在睡梦中，但唯一根果加上名册真心，必然会让他有所反应。到时我这神明之丘可当不起他的一巴掌。还真是他。林冲哑然，他究竟是何种存在啊？连易道友与泰山君这样的地仙大能也会为他如虎？我们算什么大能？一苦笑，不过是炼制你这唯一根果的几味腐药罢了。什么腐药？什么炼制啊？林冲又是一惊，这不就是泰山君无法讲出的那些？第569集，守炉人一。我耗费数万年之力搭建着九丘连环的天外小世界，又砸了过来。意识一脸的骇然。他怎么醒了？维尔面如死灰。今日我们夫妻二人要做一对亡命鸳鸯了。他还未彻底醒来，仍在梦中辗转。意猛一招手，一支弓，一统剑在茅屋内被照了出来，他握在手中，张弓满箭，就见一种真实与厚重凝聚在剑尖上，没什么仙光锐气，只有能够穿透一切的平凡。这一剑曾射碎过一个四阶真魔，如今这林冲再见，与那铺天盖地的巨手相比，却觉着是不咋够看。给我退！意识一声低喝，长剑离弦而去，直射那只铺天巨手。这时巨手已是离得极近，临在天外，宛如一个要拍碎肥皂气泡的顽童之手，那巨大令人骇然心惊。并且离得是近了，林冲看的是更为清楚，这只巨手不是什么元神仙机所构成的，就是一只切切实实的手，其上的毛孔、肌肤纹路看得是异常的真切。偏就是这样才让人震撼，什么存在的手掌竟然会如此巨大？那只长剑带着破尽一切的平凡之力，直刺入大手的掌心。
二者相遇时，林冲觉着此界都晃动了一下，无穷的光影在相遇处爆发，那只长剑忽的是变得非常的精彩，仿佛被压缩在一起的维度在这一刻全部展开了。林冲看见了他曾经射落青空之上连排的日头，那些日头化作一只只金乌惨叫着坠地，他曾经射穿过东海极底，将一头苍茫老龙定在海底玄冰之上千万年不得动弹，他曾经对月引箭，以至于月光都暗淡求饶，他曾经射穿尘世三千，结成九秋连横，才有了今日的天外小世界，一个安居乐园。这些剑上的光影被压缩时，结成了低调奢华的平凡。一剑入体，这些大因果、大愿景、大过往尽皆入体。无怪乎百万魔君中的四劫真魔也挡不住这一剑之威，因为这一剑是三生之剑。他牵引着射日之威，屠龙之能，贯穿尘世之锋芒，非得是能将其一一化解，才能一一的抵挡。可谁又能比得上远古金乌、深海老龙呢？不愧为剑神，这一剑在此世堪称无敌。但当他与那只巨手相遇时，就见万千光影皆化作了泡影，只是纵开了一刹那，又被重新的压缩成了一只平凡无奇的铁剑，仿佛是展开的维度通通被不可抗拒力所压缩，重新变得平凡。可这个平凡不再是藏着无尽光芒的平凡，纯粹就是一根废铁。那只长剑被巨掌弹落，跌落无尽的虚空，无尽显象被压成了一条细线，从四维被压到一维。此界根果，林冲见过根果出现时的场景，就是这样，不讲道理的将一切是重新压缩。啊，他是此界根果。林冲指着那巨手骇然说：“他是手炉人。”亦再张长剑，口中嘶吼。这一次，他连挂九支长剑。每一剑皆带着前世的大因果，此世的大愿景。夫君，我来助你。维尔摘下了头上的银簪，指天一划，登时一条长长的星河横沉宇宙之中，那星河之内是仙机盎然，寒光凛冽，星云锁链。虽然不是很合时机，但林冲仍是冒出了一个念头，同时他心中哑然，那女子怕是也有着将近九劫的修为了，因为其所化星河俨然给了林冲一种此界已被召。第570集，守炉人二。意在说出了守炉人三个字后，那巨手反而是凝定了一下，屈指连弹，将九支长剑尽皆抵消，又复掌一脚，搅碎了星河银光。就见这一刻，整个宇宙都是无穷过往光影和寒光如雪的星辰碎片，显像是璀璨至极。趁着机会，林冲也是亮出了长剑。虽说他只有这一劫真仙的修为，但亮剑之意已在胸口处沸腾，那是遇着强敌时林豪横的本能自我，他特别想砍上一剑试试。人家九阶真仙都打不过呀，你砍这一剑是给人送外卖呢吧？林冲是勉强压制住了林豪横的冲动，却是向着意问了一句：“哎，守炉人就是此界根果？”他手中有两物，一是此界根果，二是天庭玉册。意万分紧张地盯着空中悬停的大手，口中仍与林冲说话：“玉册掌真仙动向，根果与世间万物。你说我与太山君是此界巅峰，错了。
他才是此界之无限之巅。根果显像就是一只大手。林冲望着宇宙中那只大手，他心中骇然。根果可化万千，因他还未真正醒来，只是梦中动作，所以才是手形。这二步的变化都能让他暂时做出反应，也不知是哪个无能之辈埋下的手段被其发现惊扰过他，才会被我一句话惹来。一语中满是怨意。遥隔无数时空之外，一个正坐在蒲团的黑山长脸青年竟然还有着些许的赞叹。是哪位呀？把一整个世界斩作了一炉，只为了炼化他这河道之天机，唯一之根果吗？怪不得此界中只有120000年的历史，想必是从那一位从120000年前将此界斩出来的。怪不得那神神叨叨的猴子隐世不出，想来早就察觉到了此界的真相。怪不得五福口口声声言道你并不知晓，这秘密若是知道了，言辞之中哪会那般的镇定。什么手炉人与我什么关系？手炉人就是拎着刀等着林冲的刽子手啊。心念电转之间，之前对此界的诸多疑惑立时就是清晰明了。什么地绝天通都是为了迎奉林冲的到来，那不就是斩出了120000年的世界座炉，在林冲穿越的那一刻合上了炉盖吗？什么先圣离尘，怕是众多金仙大能在意识到此界将被合上了炉盖，留下的都会如同眼前的一语为二一般，变作天机成长道路上的辅药，所以这才将先圣们撤离了此界。毕竟三界之中都是因果，每一个先圣大能都是某一个诸天或前世或者今生的后辈力量。万年之期，所以10000年就是炉中丹成的预定期限吗？算起来之前那将近120000年加上这10000年，合起来不就恰好是西游世界里的一劫之数吗？以一劫之时间，一界之地域炼制一炉的天机，这可真是好大好大的手笔啊。虽然林冲乃至整个地球都是要被炼制的那个，但面对如此之巨大的手笔，林冲愤怒之余甚至有点钦佩了，并且他俨然生出了巨大的斗志来。穿越至今，他总算是看到了一丁点此界最高大能的根脚之所在。用一界做炉又如何？既然有局，就会有破局的希望。不然留着守炉人是做什么的？还不就是怕着这炉中的丹药破炉而出，仿效那齐天大圣将凌霄宝殿捅出个天大的窟窿，将满天的神佛都打的是屁滚尿流。林冲的背后可是有着一整个人类文明作为后盾和支撑的，齐天大圣做得到的，他有什么做不到？林冲很是期待万年之后，炉中养成了无数的歼星剑，把凌霄宝殿，把24重诸天都轰成